在于那个东门夜市前门口，发现一辆车哦未悬挂车牌哦，且未开车灯，遂上前拦查。啊，该车遂加速逃逸，哦，然后冲撞到路边的车辆。那本组同仁遂上前制止，然后那个范闲还是要冲撞我们同事，因此同仁对轮胎开了两枪，然后范闲还是往前逃跑，然后最后在这个车站的地方将他逮捕，然后全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几个人？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。姓什么？几年次？姓李。年轻的吗？好。站住！站住！